拜。给主人请安。小的李唐，有力气也认识几个字，你要什么吩咐，尽管使唤便是。有劳了。奴婢是知月，她是冉云，奴婢二人负责照顾主子的日常起居。东林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我吧，我这么好看了，我胖点，我没事的。以后大家日日相见，都不必多礼。起来吧。谢主人。主人的行李，小的会安排妥当。您要还有什么吩咐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倒真有几件事，请夫人吩咐。第一件，公子虽赐了我连威居，可我这位分依旧是婢妾，算不得主。往后这称呼上还是按规矩来，以免落人闲话。是姑娘。第二件，我以前的事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说了，这各房各院想瞒也是瞒不住的。既然之后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难免你们会有护主之心，要是在外面听见有人在背后议论我，我们一定全力护着姑娘的。不，你们一定不能管。为什么？我堂堂正正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，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，我只是不愿你们跟着我一起受辱。明白。还有这最后一件，在这连威居，没有人把你们当成奴仆，你们自己更不可以。我不要求忠心，也不勉强去留，一切只凭一个心字，绝无怪罪，永不勉强。东林，帮大家收拾一下吧。是小姐。哦不，姑娘。你要改不过来就不必改了，你叫着别扭，我听着也别扭。六儿，去帮着把行李收拾一下。是。我没听错吧？我们当奴婢也有些年头了，伺候的人也不少，可这样的要求从来都没听说过。这当主子的都希望奴才忠心，但是呢，谁都知道忠心不是被逼出来的。真是又美又霸气呀，难怪公子喜欢他。可惜呀，就有一点儿不够好。太瘦了。莲姑娘还有什么需要，小人这就去回了公子。不必了，公子的伤还没大好，姚夫人那边也需要安顿，就别再让。公子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的？这整个公子邸都是我的。哎呀，你看你看，这个词，多粗多粗啊！回去把我那一套君瑶剃花海棠红给拿过来。是公子，马上就去。哎，等等，怎么就一个枕头呢？而且这被子一看就不够软，扔了，换新的。是公子，小人马上就去。行了，什么都不用拿，先下去吧。公子胡闹也得有个边儿啊。什么胡闹？用千里良驹换来的宝贝，当然得好好的供着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贺连信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女人。公子对自己的女人还真是好啊。就在公子最为难的时候，稳稳当当的送上了一级大台阶。你这话我怎么
越听越糊涂呢。公子容得下方尔阁按兵不动，又怎会容不下灰公子之死？过去的事情再怎么痛苦，毕竟已经过去了。什么都没有未来重要。公子不是听得糊涂，而是心比耳朵，听得更远。 丫头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女人越聪明，男人躲得越远？公子想躲。是，但我更想做一件事。是什么？让你失望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进了公子邸，事事都能够如你的意。别忘了，你是我的女人。 以后你每日都要陪我用膳下棋，研墨读书，沐浴伴寝。公子，我们是君子协定，你承诺不碰婢妾的。君子？谁是君子？你是女子，我更加不是什么君子。别挑战我，或许你越躲，我就越有兴趣。丫头，死了这条心吧，这水里不是蛇就是鳄鱼。 你还是乖乖的待在我这条船上吧。嗯，啊，从明天开始，没我命令不许出门。小姐，公子不是真的想把你禁足吧？不出门也好，他自有考量，别担心。 可怜心心怀百姓，必能成为曲梁明珠。只是这穆海瑶阴险狠毒，穆家又势力庞大，迟早会伤及可怜心。夫人，听说这洛青莲刚来就被公子给关了起来，不像夫人有了身孕，天天都有赏赐。 您是没看到那狄夫人的脸色难看的跟什么似的。公子真把洛青莲给禁足了，那今天还整整一年呢。上次洛青莲逃跑又被公子逮个正着，碍于王爷，公子有气也只能忍着。就好比今日虽赐了她连威居，可下人都是最差的，个个不知变通，没有一个是夫人喜欢的。 就这么把他关起来了，他在父亲面前的作用可是大得很。此次他护我有功，乱了世子的计划，又在父亲面前大出风头，受到赏识。现在这府中上下都对他虎视眈眈，一个之前从来不知府中深浅的人，想要在这儿活下去，就必须先学会等待。 你就不怕他关得太久，憋出病来？他不会的。姑娘，你画画呀，画花鸟鱼虫。我要画的不是花鸟鱼虫，而是这公子邸的人心。 你们三个，谁在这府上的时间最长，谁跟的夫人最多？灰姑娘，我们三个都不善逢迎。
自然没有夫人喜欢，所以都是来这儿时间最长的下人，也是跟过夫人最多的。原来公子分这些下人给我时，便料到了今日。李唐，在。你妾在此多年，对曾经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最清楚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需要你一件一件把事情都给我讲清楚，我不要有一丝遗漏。是。芷月，奴婢在。你跟过几位夫人，对几位夫人的脾气秉性也了解几分，他们是凶是恶，与谁交好，喜欢穿什么衣裳，养过几条狗，我都要了如指掌。是，奴婢一定知无不言。东篱，总算轮到奴婢了，小姐快说。你负责大家的饮食起居，是府上唯一一个可以和外界联系的人，你需要对各房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严格的监管，有错过任何的风吹草动，我唯你是问。小姐放心，包在奴婢身上。冉云怎么了？大家都有用，我没用吗？谁说你没用啊？什么用啊？吃啊。吃？吃可没那么简单，有的食物补人，有的食物可以要人命。形色气味，我需要你教我一一分辨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奴婢啊，一定帮姑娘全部都吃完。哦，不是，我的意思都是辨别清楚，这是我最擅长的。一年的时间。可以做很多事。孟海瑶，这公子邸没有谁永远说了算，只有谁更擅长一点。